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《世界最值得你去的地方》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在安第斯山脉玩滑翔翼，羊驼也来观光；二、在巴黎圣心堂前吹泡泡，蒙马特的画家们眼睛发亮；三、在新西兰霍比屯半魔界精灵，小屋成了我的隐形斗篷。内魔小六子，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在安第斯山脉玩滑翔翼。 羊驼也来观光。各位亲爱的听众，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飞越南美洲的屋脊——安第斯山脉。不过，我们的交通工具有点特别，那就是滑翔翼。想象一下，你正穿梭在蜿蜒的山峰之间，下面是广袤的高原和蜿蜒的河流，而你的旁观者竟然是一群毛茸茸的羊驼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谈谈滑翔翼。滑翔翼是一种轻型飞行器，它依靠风力和空气动力学原理来保持飞行。 在安第斯山脉这样的高海拔地区，滑翔翼尤其受欢迎，因为这里的气流非常适合进行长时间的滑翔。当然，这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技巧，毕竟你是在和安第斯的鹰共舞，而不是在公园里遛狗。现在，让我们转向我们的羊驼朋友们。羊驼是南美洲的原生动物，它们以其亲切的面孔和蓬松的毛发而闻名。在安第斯山脉，羊驼不仅是当地人饲养的重要家畜，也是游客们争相拍照的对象。但是 你可能不知道，羊驼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，那就是观光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在高空中翱翔，享受着自由飞翔的快感时，下面的羊驼们也抬起了他们那好奇的头，用那双大眼睛注视着你。他们可能在想，这些两脚生物今天又在搞什么鬼？或者是，嘿，那个飞行器的颜色和我身上的毛色挺搭的吗？当然，羊驼们不会真的说出这些话，但是他们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。 足以让你觉得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吐槽。这种情景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面，也是一个关于自然和人类活动共存的故事。在这里，人类的冒险精神和对自由的追求与羊驼的悠闲生活完美融合。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体验，更是一次与地球上另一种生命形式交流的机会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在安第斯山脉的上空滑翔时，不妨向下面的羊驼挥挥手。谁知道呢？也许他们会用他们那特有的方式回应你的问候。 毕竟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每一次飞行都是一次新的发现，每一次眼神交流都可能是一段新的故事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，在巴黎圣心堂前吹泡泡，蒙马特的画家们眼睛发亮。啊，巴黎，艺术的发源地，浪漫的代名词，还有那蒙马特的画家们，他们的眼睛总是在寻找灵感的火花。现在，让我们穿越时空，来到巴黎的心脏地带——圣心堂 s a c r c a u r 前。 那里不仅是游客的天堂，也是街头艺人的舞台。想象一下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蓝天下的圣心堂巍峨耸,耸立，它的白色圆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就像是巴黎的守护神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位街头艺人开始了他的表演——吹泡泡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那种儿时的记忆，色彩斑斓、轻盈飘逸的肥皂泡。泡泡在空中飘舞，反射出万花筒般的色彩，每一个泡泡都像是一个小小的梦幻世界。 这时，蒙马特的画家们纷纷放下手中的画笔，他们的眼睛开始发亮，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的探险家。对于这些寻求灵感的艺术家来说，这些泡泡不仅仅是肥皂水和空气的组合，他们是生活中的诗，是艺术的另一种形式。画家们开始想象，如果能将这些泡泡固定在画布上，那将是多么迷人的一幅画呀！他们想象着泡泡上映射的圣心堂，想象着泡泡破裂的瞬间，那一刻的美是如此短暂，又如此永恒。 于是，画家们回到自己的画室，开始创作。他们用画笔捕捉泡泡的光芒，用颜色描绘它们的透明和脆弱。他们试图在画布上重现那个下午的魔法，那些让他们眼睛发亮的泡泡。最终，这些画作成为了蒙马特的另一个传奇。它们不仅仅是画布上的颜色，他们是艺术家眼中的巴黎，是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对梦想的坚持。而那位吹泡泡的街头艺人，也许他从未想过。 自己的表演会成为艺术家灵感的源泉，会在蒙马特的画家眼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在圣心堂前看到有人吹泡泡，不妨停下脚步，仔细观察一下周围，也许你会发现一位画家正站在角落里，眼睛闪闪发光，手中的画笔正在记录下这个瞬间的奇迹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，在新西兰霍比屯半魔界精灵，小屋成了我的隐形斗篷。嗯、各位亲爱的学子们。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话题，在新西兰霍比屯半魔界精灵小屋成了我的隐形斗篷。首先，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，涉及到文学、电影学、旅游学，甚至是心理学和建筑学。首先，从文学角度来看，霍比屯是托尔金魔界系列中的一个虚构地点，是霍比人的家园，而精灵则是托尔金笔下的一个高贵、美丽、拥有不朽生命的种族，在这里。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文化的融合，一个现代人通过角色扮演将自己融入到一个古老的虚构世界中。接着，从电影学的角度来分析，彼得·杰克森导演的《魔戒》和《哈比人》系列电影，将新西兰的美丽风光转化为中土世界的一部分，使得新西兰成为了全球粉丝的朝圣地。在这里扮演精灵，不仅是一种对电影的致敬，也是对自己童年梦想的一种实现。旅游学方面，霍比屯的小屋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旅游体验。 游客们不仅仅是来观光，他们通过穿上精灵的服装，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逃离现实、进入幻想世界的体验。这种体验是一种现代社会中寻求个人身份和自我实现的方式。心理学上，这种扮演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逃避现实压力的机制。当人们穿上精灵的服装，他们暂时脱离了自己的日常身份，进入了一个充满魔法和冒险的世界，这对于心理健康是有益的。最后。 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，霍比屯的小屋其实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建筑典范。它们通常半埋于地下，覆盖着草皮，不仅美观，也具有很好的保温性能。当一个现代人进入这样的小屋，他们实际上是在体验一种更加环保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。总结一下，我们可以说，在新西兰霍比屯村魔界精灵，并将小屋作为隐形斗篷，是一种多层次的文化体验。 它不仅仅是一种对文学和电影的致敬，也是对自我身份的探索，对自然和建筑的欣赏，以及对现代生活压力的一种有趣逃避。所以，下次当你们有机会去新西兰，不妨也试试成为一名霍比屯的精灵，说不定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。亲爱的观众们，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三个不同的地方和经历：在安第斯山脉玩滑翔翼、与羊驼互动，在巴黎圣心堂前吹泡泡。 启发画家的创作灵感，在新西兰霍比屯半魔界精灵，小屋成为我们的隐形斗篷。这些经历看似是三个不同的故事，但他们都反映了人类与自然、文化和艺术的互动。这些互动不仅仅是一种娱乐，更是一种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我的寻找。滑翔翼让我们体验到了自由和勇气的感觉，与羊驼的互动让我们感受到了与自然共存的美好。 吹泡泡和蒙马特画家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艺术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灵感，并将现实和幻想融合在一起。而在霍比屯扮演精灵，则带给我们一种逃离现实世界的机会，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与自然和建筑的关系。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，我们需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经历。这不仅仅是对世界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和发展。 因此，我们应该鼓励彼此去探索世界，去尝试新的事物，并从中获得新的视角和体验。那么，亲爱的观众们，你们对于这些经历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你们是否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想法？让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吧。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。但是。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